今天晚上炖羊肉吃了，这个羊肉骚气好重哦，搞点啤酒来去腥，血水还有点重。你知道吗？那是龙虾，龙虾都很全备和煎肉点点。因为那个还找城市石头。哎呦，老板，要的话叫来要点了。不去了。这是小凤仙，这是龙虾。耶，好吓人哦！我是敢情。他俩把起跳哦，那种都是。那时候他哪儿跳完？他跳都跳不住那会儿。我的老妈，小桃皮的小龙虾啊！你好调皮哦！啷个？揪一下，从那里逮出来。哎，哥哥，你感觉他调皮？那会儿再把剪刀弄个咔嚓剪了都。来，高压水枪，快一点。来，空在那头。啊，看起来好滑稽哦！当就是掉了，哎，放在背着头。你把那两颗弄出来。这球都出来了，这点你球啊，我不敢球，反正我在家过的，主要是他的拉。哎呀，妈卖批拉，把洗手搬开自己。哦，这。没冲出来，没冲出来，没冲出来。哎，管他就不要了，晓得不？哦。不要只拿带头做鸡哦，但是长弄个筷子多嘛，又是杀个龙虾呀，前几天都用起来了，你看。来喽，牛郎七块壳壳都破了。来用来用去看。你开龙虾费那么大的劲了，壳壳都不破，多破了的，要咋子也不要嘞。嗯，好嘞，让盘盘煮菜，我冲那个。出来嘞。妈皮，你那个抢的威力好大哟！来，你们看，都把别个搞上入嘞，可。关上就拽得住。屁股都冲落了嘛。哇，这个压力太大了，都是起屁股，你把屁股起落那个腰都不要捡起来吧，那儿的屁股在那儿的，要嘞，屁股捡起来，要嘞，在那别的都没拿，没拿拢的屁股在那儿来蚊子脸，不要拿太大了，你从那儿没拿拢的。你看没有，你看那萝卜水看没有，好黑哟。出来了看，他出来了看，他骨头往哪儿出来的？你不要急嘛你，龙虾长得很，来喽，那个重心安逸。大远你看没有？达到那种效果，你看到没有？都是，那个干净些别抓的。嗯，再重哈。哎，那天多买点龙虾回来，那个方便哦。怎么你掉在那个路口去的？刚刚操作师傅把龙虾背着都冲起跳舞嘞！把那边块的球啊，他那跑动作去嘞！那穿穿穿喽！那又不咬了，他已经昏了，就冲！冲昏了头啊！也差不多嘞哦，那看起都要白些嘞。有些可能没冲到嘞，还是怎么样？基本上还是要得哈儿的哈。哎，哎。直接拉过去，再轻点冲了都行。比那个转转，我穿过狗屎的呀！比龙虾拉它不起啊，比狗屎还重啊！直接抠都来嘞，直接抠。也带了鱼来找啊！你看我们杀龙虾杀的那点儿嘞。是老母猪吗？老母猪，哈哈哈哈哈！长好，那是龙虾。哪一下呀？龙虾。我在那练好。嗯。我是报道。他们小浅浅。
这样他烧熟了。有没有那种感觉？我们男的小厨，女的耍，要把这些东西知道。要打点进足的，怕我做工还不中。没有呀，我想你回来先。我说不出来话嘞。那那样啊？说不出来嘞。你那个窝都掉进去，是吧？那就全搞了两把跳舞了，干。跳了时间，我开始觉得不好抢。你们说的嘛，开始在我们那儿住了几天了吧？还没吃完吗？我们要上来上班的时候。